电动车开起来嗡嗡响，噪音很大，先加油看里边是不是缺油了。加过油以后声音还是一样，那就把电机拆掉，看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里边齿轮的问题。先把电机和这个差速包给它分开。电机拆掉以后，我们转一下这个轮子，里边齿轮声音正常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机的声音，明显感觉这个电机的噪音比较大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机打开看一下，应该是电机里边这个轴承有问题。电机打开以后，我们明显看到这个电机里边有进水生锈，从电机里边还能倒出来那些水，这明显是里边进水了。电机轴承应该是进水生锈造成的，这个电机声音过大。检查里边这个轴承是没什么问题，外边这个盖子上的轴承应该是坏掉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外边这个轴承给它换掉，这个外边是一个油封，给它撬掉，然后里边这个轴承给它撒下来。电机最容易进水的地方就是从这个轴承进去的水，我们把这个轴承新的轴承给它加上点这个黄油，给它装进去，这个会比较耐用一点。这样给这个油封还给它装回去，现在给里边这个生锈的给它用这个气枪给它吹一下。现在给这个电机的缝隙这里给它打上密封胶，起到防水作用，给这个电机给它装回去。电机的后盖这里也给它打上密封胶，电机后盖这里给它盖上去。现在给这个电机的螺丝几个螺丝给它上紧，这个电机的螺丝给它上紧以后，现在后边这个散热风扇给它装上，后边这个盖子给它螺丝拧紧。现在把这个电机给它装上，看这个噪音大的问题有没有解决。电机已经装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电机的噪音。这个声音就是正常的声音，没有任何问题。